Can you dig it? Can you dig it? Can you dig是一个漫长的课程，好，十二课可以拍到十二课，其实我觉得我还蛮佩服摄影师的，好，到这个毅力跟我们继续这样热情，好，谢谢我们那个谢谢啦，谢谢我们摄影师 Jimmy， 好不好？谢谢我们摄影师 Jimmy， 好的，好，今天呢，我们 Can You Dig It 第十二课哈，我们要教的哈就是。比较第一步，先着重于飞的，好，飞的就是两下、两下、两下、三下，好，两下、两下、两下，一二三，三下，好，然后加上这个用放，好。好，所以是这样子哦，它这个回来要快哈，好，就回来了。越做越快，好，这个东西，然后它就是在练你的，你对飞的的感觉，大家有听到这声音哦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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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这个东西，好，那这个就练你回来的感觉，这样子。那主要等一下还会有一个东西，今天是课余课程，就是培养你的手，你的手要柔软，好，要柔软，要轻松，好，才能达到这些东西。你刚开始练的时候应该会比较硬，好，然后越练，你就要提醒自己是放松的，好，练是课余应该是这样，就是你越练，然后你要越放松，达到那个唱盘与人合一，好，对对对。飞的与人合一这样子，好，然后配上贝斯哈，来一下。它有个难度的，好，所以你就是慢慢练，然后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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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看你的右手对飞的好的东西。好，那左手就用放的。好，摄影师照一下 ，Jimmy 照一下，就是我的手没有翻开，我没有离它很高哈，我没有，你看。
看我的手哦，我的手都是我差不多这样，这样其实就是算已经离开唱盘了，只是不用离开太开。好，你看。好，这个东西，好，这个是棒的。好，另外一个呢，它飞的是一样的，然后我们手是黏住的，然后它会有一个比较快，好，刚才是放开的，现在是黏住的。黏住的就是手完全都是在唱盘上的。然后好，那手会呈现一个这种上面有这种感觉，好，可是也没那么噁啦。好，哦，它就是这样的，这样子。你应该是可以这样练看看。然后它是先啾啾，你听哦，啊，哦，分解是，它会有这个感觉。这个东西会感觉你这边好像有一个，你要感受你手掌这边的一个运动，好像有握着一个球的感觉，有一个东西啦，很像一个可以移动式的一个要怎么讲，移动式的一个扣环，圆形的这样子。好，手掌中间好像有一个东西。好，然后飞的也是用有点就是很轻松的哈。这样子，好，非常厉害。顺着它的音色去跑，这个，这个叽啊，那一个叽啾，啊，好，这个东西好不好？那这个东西它其实算是有点中级的，好，哦。中间阶段的 scratch， 它会练到你的手的放松，然后飞的也要放松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这就是今天的 scratch。 好，那接下来呢就是 juggle， 好不好？ juggle 上礼拜我们教的是用按的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，复习一下。好，用按的，连 M 拍都按，好，先来哈，四拍两拍一拍，好，两拍哦。
拜教的哈，变慢了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解决的就是这个 channel 的东西。好， channel 一样四拍两拍一拍，然后你去卡这个东西。好，变更快，这反而没有那么快。好，它就是加深你，其实就是加深你去切你对音乐的感觉，因为你如果切不准，你切不准，它就没有打到那个嘛，啊，这样就没有拍到，好，它打准。就这个东西好，然后再回到，我觉得今天加宝再多讲一个东西，我们就四拍、两拍、一拍，然后去着重于搓拍。你对音乐感觉，你想要搓多久？你想要搓一个八，想要搓两个八，就是让拍一直在你手上的感觉，就像说听一下，好。拉出来练，好，这很 old school 的东西，你可以单拉出来练，比如说搓拍，然后去算好你的拍子，好，你想搓多久，你就练，好。5 6 7 8 2 2 3 4 5 6 7 8 1，好，就搓两个八再丢，好，或者是7 8，好，丢，或者是。去练习这个东西，好，就是它是考验你跟音乐的一个感觉，这样子，好，所以祝大家练习愉快。然后因为12堂课，这些东西哈，其实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，对对对对对。那有强调你着重的部分，那你如果没办法应付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把它单拉出来练。比如说你一次练一边，或者是像刚才讲到这个缺洞，你就一次。先把这个东西练好，因为一般它其实是很少去用这个，好，一般很少，通常我们都用这个，好，那你就鼓起勇气用这个，好不好？下次再教大家更特别的，就是类似这样，好。
一只手去玩两个 channel， 下次再讲，好吧？那先大家先对这个手，我们再讲这个东西，好，一只手搞定这个东西的，好，对，好，接下来呢？又到了秀一下时间，今天秀一下时间，我们秀 MPC 好不好？这一套是我差不多三年前差不多第二套，三年前的 MPC 啦，所以有点爆，好不好？今天就给大家很爆的 MPC， 好不好？来，那我们到这边来一下。好，你们看到金色的，好不好？冰宫想象，冰宫想象，好。我们下次见啦！